嗨嗨嗨，那好，我其实不知道讲什么，反正就是呢，这就是我今天的 makeup，就是我的妆。那假设说喜欢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那我再用英文讲一遍，so this is my look today，and yeah，and if you like this, then just keep on watching. 耶，素颜，好，所以把刘海弄上去，然后呢，我想要 show off 一下我的新 T-shirt。Fuck off，对，我就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好，然后首先呢，就是要防晒啦，用的是 Biore 的，然后粉底的话是 Rimmel Stay Matte。跟 Maybelline 的 Dream Sunscreen，那这个 Maybelline 的有在去年是贩售，那这个色号是明亮色。那明亮色呢，对我的肤色来讲稍暗一滴，所以说我把它是用在脸的周围的部分，所以可以制造一个自然的阴影。因为假设你整脸都用那种很死白颜色，看起来有点就是恶心。那再来是遮瑕膏部分，那这个是妙巴黎的 Bourjois Healthy Mix，那色号是51号，在屈臣氏也有。好，再来是眉毛，用这个眉刷，那颜色是就一个深咖啡色这样。那这个是眼影，对，其实就看你习惯用什么可以。对，然后这个眼影我觉得它很好推，它不会那种粉粉那种，而且它是专柜，它不是专柜的，所以就是对很平价。对，这个是露华浓的，那现在确实好像没有了，但是或许您到拍卖看应该是还有。对，再来就是粉饼，然后这个也是妙巴黎的，对，然后色号是52号。然后就是拿一个大刷子刷刷刷，再来是眉膏的部分，那这个也是Maybelline 的，那颜色的话应该是深棕色吧，对，那就是固定你的眉毛，然后我不是在变魔术，因为失焦了，眼影啦。然后我想了很久，然后才决定就是用这个，这个是 Laura Mercier 的 Artist 眼影盘，对，那你不一定要用一样的。好，再来我拿的是个米白色的颜色做一个打底，再来呢是粉紫放在眼窝。再来这个是 NYC 的一个眼影盘，那我拿这个亮的粉色放在眼皮上面，然后呢拿那个酒红色做一个眼窝的一个加深动作，那所使用的刷子就是密度比较高一点的这个眼窝刷，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这样加深，可是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自然。所以我拿一个比较蓬松一点的刷子做一个推开的动作，然后一样一个蓬松的刷子做一个边边，你有看到就是我把它推开这样子，所有的颜色才会就是融在一起，对，然后再来拿一个小刷子，我拿酒红色，然后放在下眼皮的这个部分。那我再回到刚刚那个 artist palette，我拿的是一个亮的有点粉紫的颜色。那放在上眼皮之外呢，我也放在上眼皮靠外面的一个部分。然后再回到刚刚那个亮的粉红色，我把它放在眼皮的正中间，可以制造那个立体的效果。然后我再拿一个扁的小刷子。然后这个颜色是就
深的一个灰棕色，那我把它加深晒眼皮的这个部分，然后一样拿那个灰棕色，然后用眼窝刷，再继续加深你的眼窝，然后你 always 都要确认所有的颜色就是都要推开的自然，对。再是眼头打亮部分，你可以用任何亮亮的，眼头还有眼皮的正中间。再来是眼线啊，这个是 Maybelline 的二合一吧，我忘了很久以前买的。对，那这个很黑，然后我把它 focus 在外围的部分，然后用刷子去做一个推开，这样不仅比较自然，它也会比较持久一点，对。然后还有上眼线的部分。然后一样用刷子推开，有一点就是烟熏的效果，对。然后呢，我找不到我的睫毛夹，对。然后夹睫毛，用这个是 Maybelline 的 Rocket Volume，对，我很爱这个睫毛膏。然后你在刷睫毛啊，就是你把镜子放在脸下面，然后眼睛向下看，这样子我觉得不仅你刷起来睫毛会比较翘，而且你也不用说要抬你的抬头纹这样子，抬头纹才不会加深。对，然后还有就是下眼睑部分啦，我很累，然后。再来是修容部分，这个呢是我个人的偏好啦，对。然后我拿这个是 The Balm 的 Bahama Mama，然后我拿一个很密很小的刷子做一个修容部分。然后你或许觉得啊，什么？怎么两条黑黑的在脸旁边？可是没有，我等一下我拿这个刷子就是要来做一个晕开的动作，对。然后这个是 NYC 的修容饼，然后一样，因为它 NYC 这个它的颜色比较暖，让刚刚那个 Bahama Mama 就是颜色比较冷调一点，那就是反正就是一直刷一直刷，因为我最近就是爱上了修容，然后再是腮红部分，这两个都是妙巴黎的，那这个是。胭脂粉霜吧，对，然后色号我刚比了是04，然后再来这个就是胭脂粉饼的部分，那色号已经完全不见了，对，后面也没有，反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玫瑰色，然后再来是提亮，对，然后我这个动作呢是要加强那个修容的。然后另外就是鼻子跟眼下、下巴、额头，对。然后更加提亮呢，就是拿一个超亮的，这个就是你知道，你可以看到那个光反射，再来是口红部分，然后我就在决定说，到底要用这个淘淘东京的。02 Beige Brown 还是 Jordana 的Rock and Rose，然后我决定用淘淘东京，我觉得这名字念起来好好笑，淘淘东京，对，这个我在 Sasa 买的，对，然后呢，唇笔的部分，台湾其实比较难买到啦，对，通常唇笔都是细细的，像刚那个 Jordana 那个一样。好，完妆了，耶！可是头发好乱，然后就整理一下头发。
再来这个发油我超爱，这个是 L'Oreal 的发油，对，台湾好像也有，只是包装不太一样。然后这个的味道超级香，超香，你可以从我表情就看到超香。所以，终于哈，终于完成了！I really, really shouldn't have had coffee this morning. Like, because I'm totally crazy right now. It's like, yeah. 诶，如果你们想要什么？化妆的影片啊，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可以留言，然后，就是跟我讲，那我会就是安排看，如果我做得到的，我可以就是去做这样。Okay, so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or you know any videos that you want me to make, like for makeup or fashion or something, you can comment down below to let me know you know what you think and yeah, and please. Like this video if you like it, of course,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for more. I know I don't really like upload videos that often, but I'm trying hard. You know, it's already really hard for me to film, but still hope you guys like it. And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And now I'm going back to Chinese. Okay, 就是我刚讲什么？哦，就是如果有任何 idea，就是可以让我知道，那可以就是按赞这个影片，那也可以 share 就是这部影片，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就是对。然后虽然说我没有说做一个定期的上传影片，那但是我会。就是好好的，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因为我觉得录影片还有编辑影片就已经还蛮难的，对我来讲。对，那反正就是希望你们大家喜欢，那谢谢你们的收看。对，那就这样，Love you guys。那 I'm Eva，please subscribe。OK，Bye。